还是挤压到了，但是要看球的落点。戴云臻追了过去，哦哟！来看一下裁判最后，但雷上的跑者要先跑了，因为这看起来是界内哦。对，如果是界内是再见，抱歉抱歉，是应该是场内全垒打吗？因为这边没有看到，对，没有看到裁判的手，但应该是界内啊，不然为什么会？我看到郭天信他打出去之后奋力的向前冲刺啊，那因为刚才没有带到这个雷神的判决。哇，因为戴云臻他冲过去的时候，其实最后他是没有碰到球，然后人有一点冲过头冲出去。哇，这阴错阳差之下，对郭天信敲出了场内全垒打。嗯，有一些机会可以接啦，其实并没有打得很好，这有点挤压到。对，这就确实掉在界内没有错。对，哇，戴云臻应该就差一步哦。对，那因为他的动能已经向前了，没有办法去接。那然后最主要是你没有接到的话，如果是你确定他是个界内，要赶快去捡球了。哦，那这边其实又有一些问题，我们可以来探讨。对，就是在落地之后，看到戴云臻这边，他是不是也觉得说，他就没有去，没有再去追这颗球，在进行中了。哇，这个结果耶，这是天哥第一支的场内全垒打，但来的有一点突然。嗯。